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加持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85面啊，785面第七行啊，第七行，世尊随子屋，复宽如复下多闻，有地之林。当信如来所教，解脱实相离体，经中如理理说，为是真实。古文应信无教如是言也。这是福慧书文最后的这段宽面啊，世尊无尽的慈悲，咱在这地会去体会到，也福观如福合多闻，有地之林。这句话就是现代咱所讲的知识分子，尤其是所谓的这个高等知识分子，应当相信如来所教。为什么呢？知识分子是聪明的人，不是愚痴的人。伊有智慧，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。世间人大多数未当接受讲有究竟圆满智慧的人，就未当接受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迷信。亲像宗教内面对神的赞美，专知专灵。尤其是研究科学，这个话伊未当接受的。世界上绝对无一个人是专知专灵的呀！知识呢，拢伫咧摸索、伫探索。你甲看，这几百年来，科学家因所发现的定律，过几十年，后面的科学家就改推翻，有新的定律出来了。过几十年，过后人过改推翻，所以现在科学家家己嘛会承认，伊讲的物件未当讲是绝对真理的啊。科学日新月异，二三十年后过有新的发现，旧的就会推翻啦。世界上那有可能有圆满智慧的人呢？这个代志真正会当虚心
向古人学习，袂当看唔起古人。啊，古人所知影物件，拢落伍咯。伫现在科学技术的时代，拢变作啊糟粕咯。这个想法，就把所有古人物件全部否定咯。啊，咱真好运，非常好运，会当啊接触到圣贤教诲，接触到佛法的经典，知影讲真正是有啊全知全能的人，是啥人？就是你家己啊。为什么安尼讲？佛的经常讲啊，真好啊！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你家己唔知呀？全知全能的人是啥人？就是你家己啊！这个话你听到一定会摇头，我还袂用哩，我做袂到。你是做袂到，为什么做袂到？因为你不相信你自己啊。啊，全知全能有无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阵，给咱表演呢。菩提树下，大铁大悟，悟是什么？我是自性内底本来就有的这个智慧啊，德相啊，伊啊开悟了后，甲人讲，每一个人拢嘛有。那为什么袂当现前呢？释迦牟尼佛讲了，因为你有障碍啊。什么障碍？无明烦恼、颠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你有这三大类烦恼啊！跟你的智慧啊、德相啊，拢障碍着，无失去啊。只是啊，有障碍你透不出来啊。只要你能把障碍放下。你自性内面的智慧德能啊，全部拢会透出来，那是全知全能啦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咯。这位讲真实的，真难得啊！你中国东条，你广东这地出世一个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这人不读过书，也不识字，是一个好主，人特别忠厚。庄稼人每天采茶，但去城里去买，买茶买淡薄仔米，买淡薄仔菜，回去养老母。甲老母呢相依为命，老爸啊已经过身，就是母仔囝两个尔。24岁，真少年啊。五祖林和尚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乎伊啊，成做第六大祖。凭什么呢？伊放下了。实际上，
你这一生真正听经，只听过一堂课，一堂课就加两小时。伊听了后啊，真正放下了。啊，梦想分别执着，同时放下，这就是大彻大悟。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是同款一个境界。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，伊拢知影。实际上，伊唔知影。你提经本去甲问，伊拢知影。你无甲问，伊什么都拢唔知。这是佛法啦。世间法的物件，你去甲问，伊拢通啊，无像未通。这都是专地专灵啊。真正真灵真殊啊！智慧不是偶来啊，能力不是偶来，福报不是偶来啊，是你家己本性内底圆满具足，你一项都无欠啊。啊，慧能大师甲咱做一个表演，伫中国啊，即两千年，将近两千年了，佛法是公元六十七年啊，传来中国，正式传来啊，啊，到两千六十七年，是即个满两千年了，接近啊两千年了。啊！伫中国有佛的，即个啊大德，就加在加，达到释迦牟尼佛的境界，慧能大师境界的人啊，真多啊，唔是伊一个啊。慧能大师的突出，就是讲伊有本事同时放下。这个也真难得啊！一般真正修行的人，有人三年啊、五年放下，有十年、八年放下，有二十年、三十年放下。只要是放下，境界完全同款。慧能大师是一拜啊，同时放下。这真少有的啊！跟释迦牟尼佛表演是完全同款，叫顿下。顿悟、顿修、顿证，一念之间，伊拢具足了。这嘛，甲咱说明咯，转凡成圣，唔是讲困难的代志，只要啊，你会放下，问题啊，都解决咯。啊，咱今仔日放下是无容易啊，为什么？咱的心。比严重严污了，慧能为什么遐尼容易放下？伊太单纯咯，伊无染污啊，所以容易啊。啊，咱每工拢咧受染污，伊迄个工作太简单，每工去上山采茶、做茶，打去车来买。那李四海也阁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，
中好女性的人。啊，咱一般讲无心机，啊，佛法讲无妄念。那心内只有老母啊，我相信除了因老母以外，伊心内什么都无。容易开悟啊！啊，这个悟，所谓一门千悟，大行拢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世出世间一切法是心相生的啊！你把迄个灵性、灵性的心啊，去切掉了，那就完全解决了。一切法不离自性啊，所以明心见性。自性内面的智慧德能，全拢现前咯。啊，咱明白这个道理，这知影讲，这个世间真正是有圆满智慧的人。只要你的心清净平定。跟我释迦牟尼佛清净平定觉，你看伊所解都时时上离体啊，就是有着人生的真相啊，伊拢明白了。49年所说的这经，这一经拢是如理而说啦，拢是自是真相。啊，所以讲唯是真实啊。古文应信我教如是言，佛即句话，咱听到有甚么款的感受，应该爱相信啊。我也是释迦牟尼佛自称，伊所讲的，伊所解是如实啊，甲事实真相完全相应。今为念佛，乃行巧普贤之法。就到这部经讲到尾后，讲到结尾咯，那这句话讲出来了，念佛确确实实是行巧普贤的大法。国清妙法啦，如是难得难闻难信之妙法，再难啦，拄着佛法难啦，听着佛法难啦，听着了后你的相信就更加难咯。进了后你会进行进去做，
那你这一生就会生活，为什么四个男五个男你全部都通过了？那五金兄弟听闻，这个五就是咱啦，啊，咱今仔日有幸，拄着了，听着了，五应信修。咱啊，应该爱相信，真心爱接受啊，爱依教奉行。依教奉行都是念佛啦，时时念佛，甲念佛这两字真正甲创开清楚，真正创明白，无简单啦。正业三福，尾后一条，深信因果。就是讲这代志啊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啊，不是普通佛啊，是究竟妙觉啊。所以超过普贤，普贤是顶觉菩萨。啊，咱用即句话来啊，解释啊，正业三福，深信因果。小学大成的人，佮就明白咯，这毋是普通因果，普通因果先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咱一般凡夫拢知影。菩萨根本不知道呢，三福尾后一条就是菩萨的呀。劝菩萨深信因果，显示出念佛这个法难，菩萨都难信啦，何况凡夫？也难信灵信，这是真正有善根的，真正有福报的人，也当依靠奉行，时时念佛，深自庆喜，真正你若是明白，逐天啊念佛。自己啊，感觉非常庆幸，非常欢喜啊！为什么偌侪菩萨拢也会丢毒不管啦、啊？听到好这款的开始，主意也提袂定，半信半疑啊！啊，深自庆喜。这四字机密无穷啊，啊，论语顶面行你时时之不也也好，拢达未到深自庆喜这个境界，真正明白咯。用真诚的心去念佛，感恩的心去念佛，真正是爱感恩啊。
在家念佛之人，望佛诸公摄受，告别先生，心意流乱啊。真正念佛的人，也肯定是欢喜充满，肯定是一团欢喜啊！你接触伊，你会感觉到伊的柔和，伊随顺。以奉智慧功名啊，令令一切众生心欢喜心，告别过去烦恼，烦恼无了，忧虑无了，牵挂无落，是非人我拢无落。伊个自信愈来愈近咯，这个仙不是仙落的仙，这个仙是明心见性，伊甲明心见性是一步一步的接近，心意流乱，心地平安，心生欢喜啊！念佛的人肯定就是安尼。这是啊，真实的受用，就亲像这部经上所讲的三个真实：真实智慧、真实智力、如观经中为提起福林，因为阿弥陀佛国啊，清净光明浮现眼前。应时即得无生法印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对即地啊，咱都会知影咯。为提起夫人有来历呀，在家如将啊！世尊跟十方诸佛刹土展现出来给伊看，给伊家己去选择，伊是拄着困难咯，经历不好，家里啊，杀父亲，夺父亲的王位，也搁要害母亲，伊走投无路了，又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现伫个面前，伊个伊个痛苦，向释迦牟尼佛述说。佛拢知影了，伊啊向佛要求，知影讲世界真大，承受世界，无遮个。
作恶发生，伊啊想要往生，佛无甲伊介绍，只是甲十方诸佛刹土展现互伊看，互伊家己选择。伊啊非常难得，伊选择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所以极乐世界清净光明，佛现眼前，你看到了，看到啊，就得到无生法印。善导大师为韦提希夫人所得之无生法印，为喜印、五印、甲信印。善导大师不是凡人啊，真侪人拢嘛知影讲，伊是阿弥陀佛再来，换一句话讲，善导大师的话都是阿弥陀佛的话。什么是无生法印呢？你真理啊，本来不生不灭，因但言不生，故名无生。无生就是不生的意思。为菩萨有无生之法，临可临乐啊，不动不退，这叫做无生法印。菩萨啊，给你这个境界了，念当作圣人来讲，当作同意来讲，完全肯定，无怀疑啊，确实就是不生不灭的。所以菩萨不动心，咱常常在讲的不起心不动念，如如不动，那不动动念伊就不提了。这什么境界？大乘教里面讲的啊，七地以上啊，这个以上就是八地啊。这是高级的禅定，不是普通的禅定。这佛学大师典有简单的解释。无生法印，俗语流云无生印，无生法者，远离生灭啊之，真如实相离体啊。这是在讲什么呢？
哎呀，远离性别，性别是假啊。有生有灭啦，远离性别化了后咧，就有不生不灭物件出现，就是今仔日贴合内面所讲的本体，性别化对对来，是对不生不灭。出现的呀，不生不灭是永恒呢。这个啊，真好去了解啊。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宇宙万有是生灭法。那现在科学家嘛，讲出一句话：有对的未来，有对无来，无中生有啊，无就是啊，无生法啦，无生灭，生灭是对无生灭来，所以不生不灭是一切性别化的本体。不生不灭化，你看不到，你也想不到，我们看得到的是物质现象啊，我们会当思想的呢，来开始心理现象跟自然现象，也不生不灭的这三种现象都也不是，但是它会生这三种现象，啊，人生人现，那我们的意念就是心想、思想，会好这些现象产生变化。啊，变化无有穷尽啦，这个道理也真歹了解。为什么变化无有穷尽？这个道理，咱会当对曼回堂来体现出来。啊，曼回堂的结果非常简单，三片玻璃，内面放几张啊，这个纸无同颜色，无同大小。随便放几张啊，这就有限量，你也能算得出来。不过放在万花筒的内面，你只要给水叮当，它就会产生变化。你给水一天，对早到晚，每水一摆，你就把相片给翕下来。你水一天这无两个同款的图案，所以一年也找无两张同款的图案。宇宙之间的奥秘，甲这个道理完全同款。你不懂，不懂就未转咯，就定在这个图案。定在这个图案是什么呢？大乘教里面所讲的是无妄念土，一定在这地，伊未变。啊，十法界呢？十法界的叮当，
所以是不改千变万化。啊，这种变化就会怎样？真正是唯佛无佛，弘扬究竟。啊，顶格菩萨经常常讲，把第一上菩萨拢知影，知影模糊，无清楚。唯佛无佛，弘扬究竟，究竟清楚。这是性德啊！所以，佮叫做真如，佮叫实相，宇宙万有的理体，真谛安住无处理，理不动，为之无生法印。在初地对等啊，正道啊，完教呀，或者讲七地、八地、九地所悟到的，因为十地是一灭念，这是上观呢，清净一灭啊，十地是一灭念的下品，顶格是中品，妙格是上品。这地呢是无生法里面下品，八地是中品，九地是上品。大乘经常是安尼讲的啊。下面啊，因无极经26，讲无生法印者，一切诸法啊，无生无灭印故。无极经顶面讲呢，所以一切诸法无生无灭，这个事实真相看到了，咱哪讲是无读过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，咱哪确实无办法去啊体会。这个境界太深奥了，诸为魔经一物，这一是第一关，为魔经第一关，调物精调大师，伊讲的啊。无生念，当上不起法念。法念即非常，都是真实智慧，变化无生，你真正看到了，一切法无生啊！罗什弥勒菩萨甲咱讲的，一旦至32亿别千念，有生无？有生啊！有生为什么讲无生？有生。定无生啊，生即无生，无生即生啊。
啊，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心地一灭。心地一灭是什么呢？梦想分别执着拢放下了，归零啊，看守不提啊，故名无生法忍。伊会接受，伊袂怀疑，伊袂退转。地道论七十三观，地道论一百观，七十三观有一段这款的话：无生忍者，乃至啊，微细法啦，不可得。罗宏大义是名无生，得处啊，无生法，不作不起，诸业行。这行的即地啊，当作动词来用，是名得无生法忍，得无生法忍菩萨。是名阿弥陀地，这就是咱这经上啊所讲的啊，阿弥啊阿弥陀地，阿弥陀地啊，弥陀经上讲的阿弥陀地，这是梵语啊，乃至弥世法不可得。一个弥世，所以想看卖一秒钟，一千啊六百条的生灭啦。这生灭你敢会得到呢？一千六百条分之一秒。弥勒菩萨看到呀，这个现象存在时间，佛的楞严经上讲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这个出生的刻都无去了，所以佛在讲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。不可定。啊，咱今仔日所看到的这个世界，都、就是这种不可定的这个幻想累积，和咱一个错误的感觉，我以为是真的。其实拢总拢无啊，那是法界无，连一真法界也不是真的。咱现在弄清楚了，一真法界是无始无明的实体，一听的遐，不生不灭的，但是。就去等你了后，伊忽然间就无看到了，就归零啦。归零就是回归自性，回归到本体啊，回归到无生啊。那现在是生灭，你的念头前念灭后念生，那无感觉。亲像弥勒菩萨这种感觉，一秒钟，咱的念头生灭偌济摆呢？是一千六百条。啊，咱看电影，电影的幻灯片，一秒钟生灭二十四摆，咱就已经甲抓袂着了，何况
啊，这个一秒钟啊，生灭是啊1600条次，哪里还丢呢？当这念头，弥勒菩萨讲，就是我一旦这个时间，就有32亿8000万。32亿8000万是320条啊。啊，所以佛就会讲，不可得啊。你这就是假啊，不是真的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啊。千万不通认为讲是真的。这是无生法印，经着无生法印，都是阿维瓦地菩萨，啊，咱就知影咯。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都算是反省当基础，下下品往生。阿弥陀佛，以本愿呐为神。实际上就是啊，48愿五家修行的功德加持哩。无功德要提什么加持？人伊真正修行五家的时间修48愿，这个加持哩啊！你马上你的智慧神通啊，道力啊，都甲阿维陀地菩萨相顶。啊，7德以上上顶，这是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内底无的啊，就西方极乐世界才有啊。啊，我唔相信，无条件骗人个呀。较早我少年的时阵呐，你老是坑我啊，我就是这款的心态。你老师讲啊，你甲看古早时阵遐侪人拢啊相当咯，啊咱方便一摆有啥物关系？老师对吧？讲出这款话啊，现在感恩啊，这种未当完全接受。现在知影个老师用心太苦咯。叫我相信啊，这个法门，我足少下啊，智慧定功都无够啊，所以听着未当接受。今卖咧，我收着60年分道，对这代志一点啊怀疑都拢无咯。只要往生净土，一切拢圆满成就。善导大师啊，伊讲啊，为提起夫人所得的是啊，是依念，不念信念吗？这嘛是净土门所讲的。三念现出现，这是感应啊，出现咯，看到阿弥陀佛心生欢喜之时，得到无生法念，是名啊喜念，欢喜的来啊，观无量寿佛经讲的啊，见彼国土极妙乐殊啊，心欢喜过，
应时即得，无生烦恼。是这个意思啊。观经书分里面有讲啊，阿弥陀佛清净光明，佛现眼前阿僧踊跃，无量的欢喜啊，因诸喜故，即得无生之念，一名喜念，一名恶念，一名信念。啊，无生法念内底包括了这三个物件：欢喜、感恶、忠心。啊，第一个是欢喜，真正看到了，刷下来就开悟，为提起福临，以现见阿弥陀佛复莲大悟。这无生之念，是为恶念；又为喜念，又名信念，则信为一念也。啊，对于这点来看呢？则信菩萨系我咯，则信心愿啊，叫做成佛，是不是真正成佛呢？是的，这就是宗门内面所讲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。实际上，梵高啊，初诸菩萨啦，伊也离开十法界咯。咱来知影，十法界是生灭法。为什么利用生灭心？就是用阿赖耶，是不是心愿？第十信位的菩萨呢？那都是啊，十法界来对佛，啊，伊修到圆满的时阵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伊就脱离十法界，去到位呢？去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内面四十一个阶级，伊是上阶一个初住，四十一个是十住啊、十行啊、十回向、十地顶格，住是不妥啊。啊，这个菩萨龙中转八识成四谛啊，八识是生灭心，对生灭心嘛，甲转过来用不生不灭的心，不生不灭是真心，生灭心啊，都是啊妄心。啊，咱现在用这个心念念生灭。前念灭，后念生，一个刷一个，连困都无停啊！啊，人死有停无？无停啊！所以实在讲，人并无死啊，人死是身体死咯，
确实是无死，那么死，敢会去投胎呢？敢会有轮回呢？人若真正死，就无轮回了，人无死啊。啊，罗马军团侵犯中国的故事，啊，咱这当下有真侪人拢知影，2100年的代志啊。迄个时阵，佛教未来中国啊，比佛教来中国来也早100多年。你看啊。迄、那个几十万的众师，咱个称伊众师，阴魂到即卖也阁无散咧，而且也阁真繁育啊，附体甲故事讲出来，无死啊，那是死啊。中日战争近60年前的代志，现在共60-70年了。抗战啊，也是民国啊，26年开始的，到34年、8年啊，在战场上拍死。将军士兵无死啊，现在真繁育啊，咱看了附体来给咱啊透一个消息，叫超多啊。咱兄讲打战是错误的，希望有和平啊，无想过战争咯。这就是要了解啊，什么啊是生灭，什么是不生不灭，真心不生不灭，妄心生灭啦、啊，生灭的这个频率非常高呐、啊，一秒钟，也频率是1600条。这是根据弥勒菩萨所讲的，所以十信菩萨之念，头前咱嘛有看到初地啊，得到呀。这个初地是别教，别教初地。定无是完教初主，十信心愿就是初主，转舍成地啊！观经书分一，这先头大师讲的，阿弥陀佛国，清净光明，佛现眼前。福星拥有因诸虚果即得啊，无生即念嘛，一名依念，一名啊我念，一名信念，处都是十信中念，为改行以上念呀。这是讲，为提起夫人，得到是无生法印，唔是啊？七地菩萨得到，你是初住菩萨，都、就是十信，十信心愿是初住菩萨，这咱会当相信。
第三个信任，信任的这段啊，对三藏法师来对记录落来，信者随顺不疑呀、啊。为初地、二地、三地菩萨的无老心，故名信任。初地这十地当中的欢喜地，二地是离故地，三地发功地。这嘛是咧讲别教啊，啊别教，别教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定有是原教初祖、二祖、三祖。这啊，已经是啊，不可思议咯。尽心坚定。永不退转啊，为提起夫人呢，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呀，这个时尊也境界甲咱禅宗慧能六祖大师境界是同款，甲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拢总放下，是不是真的真正？为什么一心向往极乐世界？拢放下了，所以先都大师讲咯，夫人所得的是无生法念，是虚念、我念、甲信念。下面有一个简单解释：虚念者，大师为念阿弥陀佛而生欢喜心呀，这虚念。一心专念，心生欢喜，愈念愈欢喜。是故啊，经中念佛啊，生喜啊。无量寿经里面有一句话：喜是欢喜，生欢喜就是喜念吗？啊！因念佛而自心自生欢喜呀、啊，这是啊，法喜。这是孔子所讲的不亦乐乎，因为这欢喜心不是对外面来，是对自性来对生出来呀、啊。灭后复宽如行林，不但啊自心。修持诸法而度生死，且应助他鼓励，供奉出经，宽度其民，辗转度脱，出离生死，如是之人，世尊赞之为真善友，即真善知识。这是啊，进一步看到咱，咱袂当讲家己得到欢喜就停止咯。得到个这个境界就真满足，会用你啊！希望你进一步，你去帮助别人，也都是讲咱来个家己所得到的，跟人分享。为什么？因为咱讲的时阵，别人会接受，听会入去啊！我已经啊得到了，我若无得到，我跟你讲，你唔相信，我得到了，
你看到我一天到晚欢欢喜喜啊，我得到了啊，你就会相信。所以你才会嫁人啊，这也就是讲，咱啊听一般人有这款讲法，教育者爱先受教育啊。你呀、啊，才会当嫁人。啊，念佛念到欢喜心生出来了，就决定得生啊，一点怀疑都无啊。这个时阵，咱来想着助力利他，整个三福的这个尾后的一句。在咧讲啊，头前十句拢嘛是自利，家己成就咯，最后劝进行者，咱来劝别人。啊，这地咧特别啊，劝到咱供奉处境，劝到念佛，这非常重要啊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时代，世尊末法的时期，只有这部经是真实利益，是真正会当帮助人了生死出三界啊！其他法门啊，非常困难。为什么？都要断烦恼啊！这个法门就难信，就是难信的这地啊。无断烦恼，嘛会往生。一般人不相信啊。也唔过经内面讲啊，真清楚。你生到西方叫世界，你是人天的身份。虽然是啊，人天身份到极乐世界都得到咯。阿弥陀佛，本愿微尘加持你啊！噶你啊，立刻啊就提升到啊阿弥陀佛啊！这个道理一定要了解，这是向阿弥陀佛的这个福报啊，而不是家己的能力。甲己业障啊，真重，业障是伏在迄地呢，无断，永远伏在迄地，未发作啊。为什么业爱拿起现行呢？其中爱有缘，叫做世界无缘。虽然有烦恼的因呢，无缘呢，所以烦恼未起作用。这是啊，极乐世界的啊，殊胜啊！佮何况到个极乐世界，逐天听经闻法，修福修慧，不亦乐乎啊！啊，每天你家看，本身要离开阿弥陀佛。在阿弥陀佛的讲堂听课，化身、浑身，我有无丢啊！我有法界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十方诸佛刹土，伊啊，拢忙去参学，本身无叮当。在弥陀一个听经，浑身有录音啊！浑身不是无录音，有录音。浑身是从世界去供养佛，是修福。听佛讲经说法的开智慧，啊，这是叫世界
无比殊胜的所在啊！十方诸佛刹土内底无呀，所以咱就知影啦。往生就那像你入了保证班啦、保证你当你升级啊，保证你毕业，毕业啊就是成佛，这就是为什么要劝你啊学这部经，弘这部经，叫咱点转啊，流通这部经啊。因为只有这部经在这时代会帮助家己，也帮助一切众生出离生死。呀，真正会安尼做的人呢，啊，佛赞叹啦，赞叹你是真善友，真善友就是真善地善。出来世尊极赞之时，该先地色即动如来，先地色啊是老师啊，是教化众生的啊，先地伊什么拢知影，而且正确的知影，无错误，叫善知啊。善识，达行拢认识，所以善知识嘛是对佛的称呼啊。然后灭了后，真正修行。真正会当讲经教学的人，咱嘛尊称伊是善知识啊。自尾后四句，正是世尊啊对后世灵宏处境、灵文处法及一切众生之期望甲训诲。这话讲啊，真正实在啊，是实话。释迦牟尼佛都有世世世代代有缘读到这部经，有缘听到这部经，有缘依照这部经起心修行的人，确实对因是有真大的期望。第一个期望，希望因决定得生清净弥陀；第二个期望，希望因会当把家己所学的介绍给别人。专心专力去甲介绍，啊，这是佛陀对咱的教训，对咱的教诲啊。五欲定，是应哀切灵修啊。咱来感谢佛的亲恩大德啊，慈悲到极处啦。啊，咱会甲这个经介绍别人，功德甲佛是拢同款。世间什么拢嘛是假，只有这是真呢，真是功德啊！
啊，所以佛的教训，达理达故，咱都爱刻骨铭心，永远唔通袂记哩。啊，一定爱认真去做啊！克尊为教，坤修坚持，切莫辜负主恩啊！应当都爱安尼做，也伫这时代。印刷技术先进，大幅度降低成本，所以啊，应当都要多多流通啊。念路做个真好，下路也汇集个真好，啊，下面个顾盼专科都汇集做会。变成最先最完毕的一本，当年我考判完成的时阵印出来，送一份予赵朴乐。伊老大人看到了后，非常欢喜。哎呀，讲这经有这好的回一本，念落的注解，佮看到完整的科判，就颇落的欢喜赞叹。我嘛感谢。真温啊！今麦甲这三项拢总汇合做伙，可惜永生啊！人讲在世看到了也无量欢喜啊！也是咱会当想象到的。啊，我嘛用这份的功德回向给老大人，报我知遇之恩啊！各看下面这段，本经之末，世尊重宽念佛。十方如来本心，一时何般托出？何般托出是都无保留的啊！我连盘都捧出来了，这意思就是讲，拢总伫即地无保留的。这啥人的话呢？十方如来，十方如来的本心是希望一切众生赶紧啊啊成佛啦，这是佛心嘛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本来就是佛啦，一念不觉，未咯，未成这款的啊。回头的时间啊，
所以回头时间啊，诸品中学会诸文微妙法啦、啊，你看这几句，最重要的这句，学会诸文无学无会，听无这个经啊，就是讲听一句，听一句，拢是啊，过去心中所修的福慧啊。过去心中若无修这一生啊，肯定都无这缘分啊。那也讲是五年呢，这个法起名念佛。微妙法啦，知影的人啊，知影念佛啊，是微妙法的人而无罪啊。为什么呢？真正知影讲，伊是微妙法，会细心大地，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伊绝对袂变其他的法门。而且无时间咯，啊，未浪费精力，我就是一门深入，那下面的一句呢，正对现在现前的机救世行。现在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频繁，大家拢伫咧想要按怎来拯救世界啊？来拯救地球？都是这部经，都是这个法门。除了念佛，别项方法是袂符咯。念阿弥陀佛会救这个世界，念阿弥陀佛会救这个社会，咁真正真正，什么道理？就佛经的内底，这个注解内底讲得非常透彻。袂当无相信啊！无量寿经早年我讲过十遍，这是第十一遍。第二遍是为不五年路问万里地乎之温啊，呀太辛苦了，看到当边啊之心，让你时间完成这部注解，是伊一生的心愿啦。一生对佛法、对啊国家民族、对人类、对正法，做出最大的贡献，无人知影。我有责任吗？有义务来替伊宣扬。唔，哪讲替伊宣扬，我也要教伊学啊。嘛是为着救世行啊！去年清明。我甲华严停落来，讲这个注解，为什么呢？正宗念佛，
主理利他，拢达到究竟圆满，必须讲清楚、讲明白。人才相信啊，我家己会甲生平最喜爱华严经放下，其实这部经都是中本华严，是华严的精要啊。我也阁是无甲放弃华严，华严经背后十大愿王都归极乐，咱今仔日回归无量寿，都是都归极乐。经内面讲，这是智慧海啊。这部经就是智慧海，如果咱用真诚心、清净心去接受呢？印光大师有甲咱讲，这份圣经得到一分的利益啊，十分圣经得到啊十分利益。咱今日若讲用万分的圣经呢，咱啊得到的利益都是万分的利益咯。今仔日讲的这个三个真实，真实之际，那是啊，法性离体。那真实智慧，这都是智慧海。真实的利益是往生千军阿弥陀佛，做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啊，这经来对讲的。是好交代咱啊，应该发心做弥陀第一弟子啊。咱来认真爱努力，下面一句难中难，这人生难，是伫个有佛的国土难，佛经上讲的中国。意思主要清楚，中国甲边地是相对的。什么叫边地？无合法的所在叫做边地，有合法的所在叫做中国。佛经内面讲中国是这个意思，都为啊有合法呢啊，你就是伫咧中国啊。所以啊，佛说中国难生啊，你生在有佛法的所在，你有机会闻到佛法，有机会学习佛法，难中之难啊。有佛法，佛如大乘小乘，你会听到大乘，大乘里面有八个宗派。你会听到净土，啊，净土现在有五经一论，你会让听到无量寿经，你有缘会去听到啊，下联基基书的会一本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有缘看到啊，啊，黄念老的这个集注呢？也注解是集大成啊，
啊，经论八十三章，祖师大帝的著述呢，啊是110章，总共是193章，用这个来注经。集注啊，不是自己的意思啊，经就是佛的意思，是祖师大帝的意思，咱会相信吗？对于这注解丝毫怀疑都无啊。咱啊，应当啊信仰，应当信修奉行。难中啊，之难啊！尾后讲到最极处了，行巧破险。你真正相信，真的发愿，认真做，诸多度他，确实啊，超过破险。君子出信愿其名之无相妙法。只有念佛法门之妙，从于无量心，一一心有无量口，一一口有无量舌，一一舌出无量音，从彼来结，言说不绝，亦难道得消分。念佛的这几句话是佛的经常讲的，用伊来赞叹念佛法门非常适当啊！啊，无一句是过分的，故不多说。为经录灵宏大师要解中理解，以归结本品之解。灵宏是后裔大师，要解是后裔大师做的啊。印光大师对要解赞叹，伊讲这书是古佛再来，甲《阿弥陀经》做一个注解。也不能超过其上，这个赞叹赞专了。真正是究竟完满的大赞啊。啊，捌有一个出家人问我，伊讲印光法师啊，对要解这个赞叹是不是伤过分啦？我也是恭恭敬敬甲回答，一点仔都未过分。印作为赞叹。赞叹个嘟嘟啊好，要解过去我捌讲过，我第一部看到下落的回一本。我对后裔大师的要解，无量的欢喜啊！那时阵住伫美国，心内就想着讲，一世人弘扬要解，讲要解，
要盖是真好啊，简单力要啊。啊，以后看到下路的回一本，那在美国有缘拄到黄念祖老居士。他无三个月了后，我就去北京去甲看。阮那才拄到，知影讲这个住盖辛苦啊，知影老人的用心，慈悲到极处了。以老大人来是救世，用什么方法都是用这个入住啊。来多白发啦，九千年的众生啊，啊，咱看到以老大人落的这个。啊！伊个大师要解来对两段，第一要解文有无量功义，故众生生极乐，即生十方，光明啊，遍照十方啊！见阿弥陀佛，即见十方诸佛。令诸多即破离一切，无量光的意思，光明遍照啊！来，咱伫遮爱想看麦，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来学习，理论修正咱的思想的行为，方法呢修正咱的心口的行为。因为一个较侪，未超出心、口、意三业，这内面的理论甲方法是如来的生活行为啊。这个什么？这叫做做佛啦，是心做佛，本来是心是佛。现在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修行，都是是心啊，做佛，心做心是啊，那也讲未成佛的道理呢？诸行都是化他，化他都是诸行啊，诸他不离啊。生活不离，这个意思太好了。生极乐就是生十方世界啊，看到阿弥陀佛就是看到十方诸佛啦。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安尼生啊，都像我讲的，极乐世界咱的本身。在阿弥陀佛刚等无叮当，让咱的分心，咱的化心，啊去倒位去呢？变化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啊，去供佛，去闻法啦。这个啊，在其他的
这个法门来对无呀，只有这个法门才有啊。这个未当唔知呀，所以这个话太难太难咯。啊，咱拄着一定都爱呀，珍惜，绝对唔能错过。啊，有无量寿衣，故极乐临民，这是一生宝处啊。该定诸生成佛，不及已生。已生就是第二生，所以啊，这个法门啊，叫做东胜成就的法门。那咱家己啊，必须都爱知影，往生叫做世界，不是死则去的，活着去啊，无死啊。还没断开啊，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应我，大家的告别是安尼去的。走了，身体无爱了，淡掉了，什么都放下，最后心也放下，活着去的啊。所以这法门啊，是真正了生死，到极乐世界。迄地都是无量寿啊！这个经内面，咱啊有真多咯，拢了解啊。到极乐世界咧是无量的无量咯。修到无始无明时期，等清气咯。是无量的无量，你看无量的无量，个无量的无量通咯，啊，伊两个接轨咯，啊，真正是无量寿，啊，唔是假啊，世间人，世间的宗教啥人无咧求永生呢？人生得死啊，永远未死啊！都伫诶这部经顶面啊，都是这个法门啊，唔免过去找咯。当地立刻现前一念无量功修之心，何处有？阿弥陀佛名号，你立刻阿弥陀佛名号，何有铁证现前一念无量功修之心？这两句话讲得太好了。无量功修之心，甲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一，唔是二。阿弥陀佛都是无量功修之心，无量功修之心都是阿弥陀佛啦。但都要家己啊认识清楚，认清楚。你这个伊啊有非常亲切的感觉，那不管你离开一步啊，啊，这是早年我的台中的求学，李老师教导我，爱甲阿弥陀佛放在心内，叫阮换心。也甲老叶大师的这个意思完全同款啦。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啊，不是妄想，不是假设，
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那讲咱对待圣经教内面，像这个佛陀的教诲，也好定定教导咱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。对啥心上生？家己的心上生啊。六道轮回是心上生，十法界也是心上生。阿弥陀佛嘛是心上生啊，极乐世界嘛是心上生啊。离开心上，一切法拢不可得啦。啊，既然一切法拢是心上生，弥陀极乐嘛是心上生，咱现在为什么心未想呢？心。想有当时想起来，想想会转去，这唔好。啊，常常会转去，功夫不得力啊。哪讲来发一个雄心，绝对唔可以中断。呀、啊，这个好啊！来印光大师教人四日搭在下头顶面，常常想到死，啊，你安怎唔通无放下？我甲诸位同修，甲阿弥陀佛搭在下头顶面。天念嘛，拢想着阿弥陀佛，你敢未往生呢？呀，印祖、官房、迄、那个小佛堂，无大，只有咱这小念啊，比一半大。我有去参观过，这佛寺一尊。阿弥陀佛，这尊像，阿弥陀的接引像，我看到一对积台，一个木鱼，一个磬，一个香炉，一杯水，其他拢总拢无啊，清清气气，啊，佛像后面。一大人写一个大字，死写一个大字。啊，敬贴家己啊，常常想到死的，我也敢未念佛呢？这个方法好啊，家人啊，对这个世间唔通搁再有留恋，一心一意啊，专修啊，净土啊，决定得生，清净弥陀，一生圆满成就佛道。啊，今仔时间到了。咱都学习到这地。